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关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当 MD， 然后我们是从下午开始，然后到现在，然后我们在深坑拍，有在动物园旁边的河堤拍，然后我非常紧张，因为他骑着摩托车载我，然后我觉得我快被卖掉了，然后我第一次当 MD， 我心情好心酸，因为我竟然被人家嫌没胸部，然后腰粗，屁股大，手臂粗，还有什么脸大。妈呀，我心情好悲伤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其实他人很好，对，他明明其实人很好，欢迎大家找他一起拍，谢谢，拜拜。